Jilin Province, China. Certain city. There's a large swimming pool in the mountains that has been abandoned for many years. Since the waste, I am confident that many explorers come here to take risks. It is said that many explorers were scared away. This aroused my desire to challenge. So I came here after a long journey. At first, I didn't think there was anything special except that its environment was a little scary and unexpected. But something happened with it. Let me start to fear, too. Next, let's understand the incredible things together. Hmm?谁呀？听见没？现在还没事吧？我操你妈的！有人吗？喂，这里卡吗？哎，我操，谁？谁？我操你妈的啥玩意儿啊！前边，谁？操你妈！这啥声儿？哎，这啥声儿？谁呀？这里都没有水，操你妈！谁搁里边呢？前面刚才不知道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，我操！
谁？有人吗？这个东西好像掉下来了。妈了个逼的，老子心情不好，干我！我操！啥呀？这啥呀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啥呀？去你妈的！太鸡巴弄了！我操！这是啥呀？哎呦我操！这太滑了。你告诉我这是啥，兄弟们？塞！我操！那是啥玩意儿？上面是灯不？出来！骗我！出来！你妈逼砸！是垃圾，是垃圾。能耐呢？我看着你来。操你妈的！哼，你妈了个逼的！今天你就干我来，我让你使劲干，看俩谁刚！操！
怎么了呢？时间准。现在几点？我操，挺准呐，是准吗？相同时间，哼，还有真巧的。来，我给你研究一下，我看他怎么巧啊。我操！我去！操你妈的！怕你都他妈不来户外。哎，我灯没了，看着没？真牛逼！不是角度问题吗？角度问题，吓死我了。傻逼，角度问题。我操你妈！啊！我操你妈逼！啊！我操你妈！啊！我操！啊！我操你妈！你都瞪冒眼了！操！那傻逼鬼！山呢？剑呢？操！操！老杨，我看玻璃看鸡吧。来砸我。怕你。废物。今儿你要是不动，你都是个懒子。
叫了。出来！滚！垃圾！啥玩意儿亮的那个？我操！啊！啥玩意儿亮的那个？我操！啊！我去！哎！啊！我操！啊！哎！我操！啊！我操！我操！操！你他妈是装修呢？啊！你他妈键盘山里装修？我塞！啊！哎，我操！有个白影这家的。你看我今天怎么干的？出来！啥玩意儿？啥事儿？塞！中，哎，我操，松了，哎，操！变形了，看见了吗？变形了。
现在53，如果这个时间还对上，我要不给他踩稀碎，我都你养的。没变，啊！你妈！听见吗？快出来吧！你妈！听见吗？快出来吧！操你妈！出来！去你妈了个逼！是我看错了吗？我操你妈！我看着一帮人给这嘎达，啊！真的一帮人，我不能，哎，有看到的吗？我好像，去你妈了个逼的，爱看看吧。张兄，我看错了，肯定没手，啥也没有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真的一点心态都没有了。思雪，是错，是对的，是错了，不行了，受不了。